大家好，又是我咸蛋糕啊！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五，而家是下午的2:30。我来到一处被大自然所包围的露营车道做少少嘢。最近的天气真的热到就嚟要爆开啊！尤其是出嚟拍嘢嘅话，真系几辛苦下噶，唯有整罐冰冷的 coffee 啦。My coffee 有个好处，第一啊，除了解渴，又可以提神。嚟假公濟私一下先，其實我係被邀請喺呢度拍嘢嘅，呢度嘅露營車就係咁啦，好正啊！再加上而家天氣好熱，呢度有冷氣，正曬。今日我帶咗一個好耐冇出場嘅拍檔仔嚟幫下手啊！